我晚点，我这后边我就打个柜子，你放点东西，放点东西也没啥想买的。寻思，哎，正好有，我抽两个，我看能不能抽出点啥。啥也没有啊，啥也没有啊，全是那蝴蝶的初音呢。哎呦我天！他确实他是不出啊。也可能俺们脸儿的太黑了，也没办法。打把杰西啊。水晶瓶，先 hit 他一下，A 了我一下，你补俩刀，我补俩刀。你别以为我不敢上去 E 你，小伙子。嗯，你不要以为我不敢 E 你，你玩个杰西，你连多兰剑你都不出。要打我一炮呀！他往左边打炮，我以为他要往这个小兵前面打炮呢。这人啊，这人确实有点让我意想不到。好意。他跟我说打野来了，我看着了。这他妈，这小子下来以后让人给定住了，我真是操了！上当了，兄弟们。不得不说呀，上当了。我以为俺们俩杀的凯隐都必杀的，你知道吧？嗯，这不一炮双响了吗？快走啊！这杰西不传上路，传下路，这个大傻逼！我不禁我得骂他一句了。哎呀，这人啊，还不传上路，传下路！你知道这波他传上路，我能亏多少？他正好他的兵线到塔下。这个小傻子。你俩，你俩确实是有点过分了，有点，哎呀，刚才没地方跑了，没办法。怎么又0-2了呢？很烦啊，这。谢谢颜控闪人喷他 Q。还好他是征服者。哎呦，完了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啊！
啊，完了，被干克死没有关系，被单杀这就有点完了。波兰剑长剑，你跑个屁呀！把兵线正好控回来，挺好。哎呀，这今天呐，这是哪里出了点问题呢？因为啥呢？主动承认自己菜有那么难吗？没那么难啊，这不承认了吗？我封你也不难，你想刷屏也不难，这都无所谓的，还开俩号跟我来这刷呢，没事，你开几个我封你几个，来吧。我承认我自己菜就跟封你一样简单，兄弟，不难。海野又在呢。这凯隐真烦人呢，这波想杀杰斯的。哎呦，这 Q 是真疼啊，中了两个 Q， 有点难搞。这人怎么猥琐成这个样子啊，我的妈呀，到底打不打？他是怎么做到能如此之猥琐还没有眼儿呢？这人干什么玩意儿了？好送啊！拿我攒能量，哼！我拿他拿钱，还拿我攒能量呢？这能量攒的好不好？得了，不打了，这凯隐又来了，插个针眼吧，等个大招啊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这波可以杀了，他真的好猥琐啊，他位置靠得特别远。
我跟他必须得有个身位。哎，我叫E，他上来了，我不叫E，他就在后边看着，他就在那放扣。是否死的吧？老杰西了，你这打你压不住人，你没血性啊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波啊，站在厕所里边等他，他指定往里打炮，我们在这等他啊。这一炮他有可能打到这里，有可能打到这里，这不行啊，这打不过他，这血有点多呀，稍微呀。哎，算了吧，不去了，等他回家吧，血太多了，秒不了。我可以回家让他亏一波兵，但是这样做稍微风险有点大。又得出黑切这人距离跟我一顿保持，你知道吗？一顿跟我保持距离。他整了一个我打不到他，他能打到我的距离，回回的。艾克没有大这波，那凯隐给我旁边等一等吧，小心点。我去下边查个眼儿，来个针眼儿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在草丛里边。他如果阴我一套，我是打不过他的。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个E给他交了，算了，交了吧。我估计他应该不能带了。这人这么猥琐，没有这种想蹲我的心情，猥琐的要死。废的，废的，废的，也不是废的，这人真的好猥琐呀！我的天哪，你要干嘛呀？没有一点点机会，也没有一点办法。你咋的呀？上啊！
처치했습니다你以为自己很厉害，在跟我保持距离，其实你是个憨批。这不能杀，拉倒吧，回家了。제압되었습니다杰西，本来这个杰西可以自己打出优势。但他不选择打优势，他选择猥琐与我正常发育，这不精神病吗？这一导致我们想杀他会有点费劲，难呢，把他打了。哎呦，给我来！不行，这不能去的，这波不去了。这人是真是，哎，他是布甲鞋吗？他没布甲鞋咋那么肉呢？哎呀，那玩的我脑袋疼。团灭了，兄弟们，五万一啊！这怎么能没打过呢？我都纳了个闷儿了，这都这么奇怪呢？他黑切了，他黑个屁！他一个小破幽梦，我这有点我都理解不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哎，真鸡巴猥琐！我操了，打就跑。跟你玩个游戏真累，太烧脑。不杀锤石，其实我觉得可以杀，他旁边不一定有人。潘森怎么死的？叫 triple kill。完了，他队友开送了，我也没优势。杰斯他妈怂的跟个鬼一样。我这波可能会被抓，怎么办？别出来啊！哎，艾克没大，咋办啊？前面还是个 EJ。这可怎么整啊？
去还是不去呀？兄弟们，能不能给我全收了？别死了，还可以。这潘森怎么死了呢？救下来了，居然！哎呦我操，这波还给救下来了，不亏呀。大龙没打掉，可以。我还把小黄毛给杀了。可以翻盘，对面 poke 在用三 poke。谁给你救赎啊？怎么还能有救赎这种东西啊？我天哪！不行，这不能。不知道这里都有没有人，这有点害怕。我们家这种强开阵容必须得强开，如果强开打不过的话，那就基本上是够呛了。哎呀，我真没办法排这眼，这眼排了我就死，不能排，算了。好难受啊，这傻逼猥琐的要死，好几波能杀没杀了，没杀了以后现在出不点鞋了就不好杀了。好痛哦！等个闪现强开吧，也不能跟他们 poke， 你说？开一波，塞拉斯
跟我冲，艾克跟我冲，冲上去以后把对面团灭，然后打大龙。飞的什么玩意儿？塞拉斯快死了，他往下一Q怎么办？位置太差了，在这个位置就好了。你在这位置，那一这一个跳跳下去了，那左一见我闪现跑了，有闪现，哎呀，头痛，简直了。要不然还是单带吧，单带他杰斯有队友，哎呀我靠，玩的我脑袋疼。我杀不了这傻逼，我好气哟、哦！你不明白这种进退两难的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单带呢？哎，他有队友，然后打不死，想杀杀不了。打团呢？又无限风筝，上去一波一套技能没血了，上去一波一套技能没血了。你看，那旁边指定又有人，百分之百，百分之一百。我们家就没队友，人家带就有队友，俺们家带就没队友，不知道到底咋回事，没办法带，还团又团不了，龙呢也逼不动，哎。真的没办法，你这辅助选个潘森也不会跳大，三代也没一个资源，整的贼被动。我这收兵有毛病，兄弟，这是俺们家一塔这边，不是他们家一塔这边。我在这收兵，我们家有潘森，我有什么毛病？有什么毛病？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毛病。啊，这么带线不抓你抓谁呀？行。确实。那我就门都别出了呗，你说。那你是咋打呀？你说这开也开不过，带也带不了，收兵也收不完，单杀也杀不掉，投了吧，没个打无解了。啊，你二塔没了，跑那么远收兵不抓你抓谁？你要吧？你要有眼睛你就看着点，你要没眼睛就拉倒，二塔有没有你都看不清楚的人，你跑过来跟我说什么话去？你要真能看得了二塔有没有这也行，你要看清了，你说你连个二塔都有没有都看不清的人，你跟我这说啥呢？你配跟我说话吗？说啥呢？
说的对也行啊。嗯。